屏东东港安检所安检人员在执行渔船报港出港的时候呢，接到了渔民的通报，说有民众跌落港区，紧急带着救生装备来前往。那现场就看到一名外籍男子在水中载浮载沉，疑似是喝醉了，意识模糊不清。安检人员紧急要救人，但因为这个船舷的落差过大，不利救援，因此就协调港内有船来接驳上船。落海的男子初步看起来生命迹象稳定，但是呢，因为喝醉意识模糊，还是先由救护车送医治疗。